是晋九皇上过来的。老皇，等等，你是说，是老皇让你把皇马儿带去龙虎山？晋九皇知道世子为难，他离开了北凉，先来到了龙虎。世子应该知道，你弟弟现在可是。 奇货可居啊！还查到些什么？查出些支持小王爷上位的，没抓。和宁峨眉一样，都是被丢出来的饵，真正的幕后推手，藏得很好。凤年还在武当？是。 一直不肯下山。他会想明白的。皇室等北凉破绽，都快等疯了。但他们都知道，只要您还在一天，北凉就一定姓徐。人是会死的，所以小王爷才重要。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徐凤年，那皇室就可以借小王爷争权，北凉分崩离析。 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小王爷，那正合了他们的意。黄蛮儿心智尚浅，怎么能斗得过皇室那些老奸巨猾的东西？所以呀，京城人都盯着小王爷。说句大话，如今天下，只有我龙虎山。 才能保小王爷无恙。龙虎山跟我们徐家可没什么交情。简九皇曾经跟贫道说，小王爷天生神力，根骨非凡。那又如何？世子知不知道，贫道为什么至今未收徒啊？那是因为我这一脉祖传心法。 对传人要求严苛，必须是根骨精奇，方能传承衣钵。这九皇选我，那是因为我真心收徒啊，世子。确实如此，道统传承对门派来说重过生死啊。所以你会保护皇儿？既为师徒。 当然如此了。眼下京城和皇室都盯着我弟弟，龙虎山号称什么第一门派，真能挡得住皇权御旨？这就是剑九皇来龙虎做的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此事涉及皇室，乃是绝密，贫道只能说给您一个人听。 我去外边等。你可以留着听。我这样的身份，听李阳吵的秘密，你是嫌我死的不够快吗？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怕死。 真是看不懂你和徐凤年那小子。看不懂什么？小姑娘，世上人潮翻涌，遇到一个人不容易啊。人跟人又没链子锁着，时光一冲就散了。多珍惜眼前，别像我，到这个年岁。 就剩下遗憾了。没什么好珍惜，我和他结果早就注定了。什么结果啊？生和死。就剩我们俩了，说吧。世子觉得，这龙虎山为何能封为天下第一门派呀？投效的早。因为在龙虎，藏着一个人。
这个人也姓赵。那龙虎山天师一门不都姓赵吗？不是天师的赵，是皇室的赵。皇族？论辈分，他可是如今黎阳朝的老祖宗了。贵族藏匿在龙虎，这天下第一门派还能给谁呀？他为什么藏在龙虎？他在垂钓。什么？具体的你不用理解，你只需知道死人求的是武道终极，人间至高。可是要想走通这条路，武帝城王仙芝是一道避不开的墙啊。龙虎山有个老家伙一直想试探一下王仙芝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直到我要去迎战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老黄用自己做交易。正是剑九皇挑战王仙芝，那人借此探王仙芝虚实，条件是龙虎护住小王爷。那皇室能善罢甘休吗？哎，毕竟是皇族先辈开口了，再说他人留在龙虎，皇室自然放心，再加上贫道我要传承弟子，必会在暗中守住小王爷。这明里暗里，小王爷都是万无一失啊。世子，剑九皇曾经说过，他来龙虎就是为了世子闯出第三条路来。我这几天啊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三年遇到的事情。老黄是没用，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。老黄啊，他跟王仙芝分出胜负没有？最新消息，他已经来到武帝城外，估计这决战结果很快就会传来，若有消息，贫道第一个告知世子。话都说尽了，贫道现在可以见小王爷一面了吧？多谢天师，不必了。这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。远行龙虎山，黄蛮儿会想家。你要带他回北凉？我是他哥，我保护他。如果小王爷回去，那北凉未来必会大乱呐。我知道，我来应付。哥，我跟老道士去龙虎山。你不懂别胡说。我懂，我走，能帮到哥。胡扯，我用得着你来帮？就待在家里，天大的事儿有哥在。哥，我愿意去。想不到天下真有如此根骨，看来剑九皇没有骗贫道啊！贫道这一脉终于有了传承了。老道士，我们能走了吗？你得叫我师父。出个门带这么多人，我也不想啊。门派最新规矩，天师出门必须是这规模。那你刚刚干嘛关了门才说话？这架子要是不端足了，他们肯定会禀报掌门，回头啊得多啰嗦，麻烦得很呢。你们龙虎山规矩这么多？哎，世子放心，贫道的庭院是在龙虎山的脚下，离门派很远，我那儿没什么规矩，绝不会委屈了我的徒儿的。不能打他，不能骂他，不能欺负他。嗨，我好不容易找到徒儿，我就算欺负自己也不会欺负他呀。哎呀，世子你就放心吧，贫道那儿是山清水秀，冬暖夏凉啊，小王爷一定会喜欢的。山里还有珍禽异兽，他想抓就去抓，山上还有桃树和山楂树，他想吃就去摘呀。山楂树？对呀，山楂树。多吗？多呀，很多的山楂树。怎么徒儿你喜欢吃山楂？
我哥爱吃。哥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全部采了藏起来，留给你吃。好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就去看你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喂，等等。黄妈，哥想跟你要样东西，这样以后哥想你的时候就可以看着他。嗯，好，哥，以后你要是想我了就大声喊我，我一定能听见。哎呀，好了，世子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驮着咱们走。哎，等等，世子啊，有两句话，能不能麻烦你转告给王重楼啊？你说。哦，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，声名遐迩，如此绝技，岂能蒙尘啊？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。就这两句，烦请世子能够转告啊。这是要凭武力镇压武当？哎，门派之间嘛，都是这样。好了，徒儿，咱们走。黄妈儿，你要是不想走了，就跟哥说一声。哥把你留下。你知道怎么才能把他接回来吧？我知道，我接手北凉就能接他回家。之前可一直说不想接手，把矛头都指向我，黄妈那边就轻松了。咦？这是出什么大事了？看你干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。跟我有关，说呀。剑九皇死了。剑九皇他去了武帝城后，先找了一个酒馆，要了二两黄酒，半斤酱肉，一碟花生米，炸的。他不喜欢粗泡，不喜欢水煮，就喜欢吃沾盐的油炸花生。
王仙芝闻声而至，剑九皇五剑进出，八剑士轮番对敌，王仙芝始终是单手应对，一步未退。六十八招后，剑九皇用出剑九，由于武林人亲眼见到这一剑，成此剑如银河倒挂，倾泻千里，已非人间剑术。王仙芝终于动用双手，剑九挥去了王仙芝的袖袍，而势均力敌。再战四十九招后，剑九皇力竭身亡。老黄没输，他就是老了。王仙芝亲口承认，若不是剑九皇力竭，这一战自己略处下风。剑九皇气绝之前，王仙芝问了这一招剑九的名字。六千里，这一剑是我取的名字。剑九，六千里。王仙芝感叹，此剑一出，天下再没有更高的剑招了。他的剑匣去哪儿了？留在了武帝城头。终了时，剑九皇经脉俱断，盘坐城头，望着北方，死而不倒。还有人听见他直到死前一直在哼一首古怪的歌谣。北方，他这是看着北凉呢。能把王仙芝逼成这样，天底下没有几个了。剑九皇已经是传奇了。这封信能不能留给我？好吧，多谢。世子节哀吧，剑九皇也算是求仁得仁。贫道告辞了。剑九皇战死了，听说记下了对战细节。逼王仙芝出了双手，好个剑九六千里，可惜不能轻剑啊。
上回啊，这学武吃亏，学武上当，你也跟着我。这道兵少爷由于这三年，把三年的点点滴滴融在里边，这才有了见解。那就找六千人。能够被少爷需要，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。第一件事，找一口地瓜。好。烛火不够，再亮点儿，我看不清楚。看够了吗？老黄死了，明白了吗？不对。什么不对？这信上写的不对。哪儿写的不对？我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，这上面只写了剑九皇的名字，为什么不写老黄？他们只知道剑九皇是无双剑客，谁又会去想老夫老黄？赵希团说剑九皇把王仙芝逼成那样已经是传奇了。的确是传奇。他剑九皇成了传奇，可是我的老黄没了。我宁愿他不当上传奇，我宁愿他输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跑回北凉。那个时候我肯定大笑一场，然后再去让他偷地瓜来搞。老黄没了。回家吧，你弟弟去了龙虎山，你也没必要再待在武当山了。老黄，我要学武。
想学武？你这个身份学什么武啊？想杀谁一句话，北凉铁骑就替你杀干净。我想自己动手，去武帝城斩王先知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老黄死在武帝城，我要把他剑匣拿回来。还拿回来？王先知是什么人物？有他在，天下便无第一。你一招一式都没学过，现在跟我说要挑战王先知。是。你呀，找张床躺在上面一闭眼做梦去吧。我现在是不如他，但我可以练。你以为你是天纵奇才，要追上王先知练多久？50年？多少年都可以，剑匣不能一直放在城头。请前辈赐教。你来真的？行，想练什么？我只有刀。那就练刀，把刀提起来，手臂伸直，站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之内，石头要是掉了，就别找我了。接下来练四个动作，直刺、斜撩、竖劈、回刃。各刺千下。先知是天下习武之人的心魔，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，哪怕是当年一剑威凌天下的剑神李淳罡，都被他两指斩断名剑木马牛。赵西团给王重楼传话，说什么？王掌门修炼的大黄琴声名遐迩，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琴的风采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忘了。登门求教，这是下战书啊！龙虎山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咱也没招惹龙虎山。龙虎山如日中天，又有朝廷做靠山，我既然练成了大黄庭，他们自然想打败我，好踩着武当的名头往上爬。咱打赢他们就行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真打赢了，武当岂不成了龙虎山头号大敌？真到那时候，只怕武当真的要毁在我王重楼手里了。
不能赢又不能输，这也太难。徐凤年在做什么？还在练刀。我练的还行吗？乱七八糟。明天四个动作各加1000下。看来我还有点天赋啊。谁跟你说的？您答应老黄，只保我2个月，时限一到可就走了。现在2个月已经过了。我要是真朽木不可雕的话，您还能留在这儿教我？你们姓徐的，一个个都阴险狡猾。那您觉得我天赋有多好？我承认你是天生练刀的材料，但刀法能练，内力真气怎么办？一起练。练是能练，可是太晚了，内力真气都是辛苦功夫，只能靠日积月累。你这个年纪才开始练，很难追上别人。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？没有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这辈子也不可能与王仙芝为敌。想去武帝城，除非动用北凉铁骑。明天四个动作，我各加2000下吧。没有意义，没有内力做基础，二流高手就是你的极限。我努力试试。内力真气，世子是想将这瀑布斩断？我是想试试能不能练出真气。你这样是斩不断的。你能斩断？我也斩不断，但或许能不伤手。来一刀试试。你会武功？不会。那你这是什么门路？其实这是拳法路数。你不是不会武功吗？哪儿学的拳法？我自己想的。你自己想拳法？我在玄月宫里看道经，做麻了活动身子，想出的拳法，走的是八卦道四象三才归两仪的回眼路数，只是离太极和无极还差得远。我就是瞎来的，打架不行，但或许砍瀑布可以不伤手。世子想悟也可以试试。拳法的路数也能用在刀上？抱一方为天下事，拳刀有何不同？所以完全可以从剑谱里学刀法。什么剑谱？牡丹的基本剑谱。世子看看
会有什么启发？有没有真气速成大法？没有。愁死了，洗完再睡。你是觉得你这么做，老黄就能活过来吗？三年游历，老黄一直劝我学武，我总当耳旁风。我老觉得凭自己的智慧解决问题才是真本事，但我现在才明白，我那些所谓的智慧什么用都没有，被逼到了绝路上是老黄替我闯出了一线生机。我现在学武，第一是我想取回老黄的剑匣，再一个我不希望将来再遇到这样的局面，又是别人为我牺牲，而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到。如果老黄看到我能保护我自己，他大概会笑吧。别把自己练死就好。江妮啊，你答应我个事儿呗。干嘛？将来我要是遇上麻烦，你千万别管我，转头就跑，行吗？吵死了，睡觉。我会先用神符捅你两刀，起码让你死在我手上。那你可扎准了，死不成又赔钱。开吧，我在跟黎明作赌，
赌你一定会回答，原谅这悲剧收场，感动遇见的刹那，即使雷鸣在闪烁，即使我这样滑落，我会在你离别时倒下，让记忆停格升华，当岁月过尽千帆浮华，谁会再去打开它，至此今生就这样已足够，倾尽所有的感伤只为看透，我会再与你一生的情话，了解人间的牵挂，至此今生一生一人相守，良辰美景过后你是苦衷，当遗憾中有重来的办法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